啊，而且就是呢，他们也做不了这么多的运算，也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些效能。但是我们其实都把互相就是相互的部分已经发挥到一个极致，所以是相互搭配、相辅相成、相互辉映这样子。然后那个。upscaling 的那个部分的话，刚刚有提到就是说，web 跟一般游戏的时候是用 double 的方式，对，那像相簿或者是影片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用智慧，智慧不差点，智慧不差点，智慧不差点的方式，像是跟 Amazon 他们的合作的部分的话，是 app 本身就要去支援，还是说？App 本身有提供 HDR content 的。